孔蒂与温格握手致意。路透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英超第22轮的伦敦德比以2-2平手结束后，兵工厂总教练温格 Arsene Wenger 与切尔西总教练孔蒂 Antonio Conte 接受采访，分别谈及对本场比赛的看法。温格表示，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，比较遗憾的地方是我们先进球，但是后来裁判出现了一个糟糕的判决，如果贝莱林 H 我们在六天内踢了三场比赛，而你可以看见球队很努力地付出了一切，我们有繁忙的赛程，虽然今天遇到糟糕的判罚，但我们的比赛仍然踢得很有水准，温格补充。孔蒂则说，我认为这场比赛非常的可惜，因为当你有这么多进球机会的时候，应该赢下这场比赛才对，但我们还是得接受最后平手的结果，我们赢球一起，输球一起，平手也是。谈到球队头号射手莫拉塔 Alvaro Morata 错失三次一对一进球的机会时，孔蒂表示，那段期间他不是很幸运，但他还是必须努力并且持续追求进步，我为他对球队的努力和奉献感到高兴。